本期讲解一个京东短视频逛逛带货100%官员创的一个项目，长期管道收益玩法。京东是目前短视频的风口项目，风口来了我们怎么把握呢？如何解决非原创的问题和收入低的问题，今天再做一个详细的拆解。不过京东短视频是风口嘛，账号的准备、视频的制作，还有这个封面的制作、选品与上传以及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六节视频课讲得非常清晰了，跟着操作就可以。这是项目的介绍，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京东短视频逛逛或者是逛逛带货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